间。好，现在月景男主藤泽弘太亲子游泳馆十周年音乐会，那我们与藤泽弘太亲子游泳馆的活动中心的演出《逃避的天涯》，请他看演出到今天的正式到正式的舞台表演。他一路走来要感谢的非常非常的多。那这个乐团的成立呢，是由一场前奏树下的成立的，到今日的成长茁壮。好，然后感谢当时的土城国小校长黄俊杰黄校长。出国做一个交流，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。